划园区精心规划超值的游艇游港行程，乘坐园区专属的豪华游艇，搭配游艇上专业导览员的精彩解说，不仅可以最近距离体验大船入港的震撼，观赏最美丽的海天一色夕阳美景，更可以畅游高雄港第二港口，将互惠装卸和产业运作的全貌一览无遗。没有错过游艇游港，就不算来过红毛港。船班与票价的相关资讯，请至园区候船室洽询。园区精心规划超值的游艇游港行程，乘坐园区专属的豪华游艇，搭配游艇上专业导览员的精彩解说，不仅可以最近距离体验大船入港的震撼，观赏最美丽的海天一色夕阳美景，更可以畅游高雄港第二港口，将互惠装卸和产业运作的全貌一览无遗。没有错过游艇游港，就不算来过红毛港。美丽的海天一色夕阳美景，更可以畅游高雄港第二港口，将互惠装卸和产业运作的全貌一览无遗。没有错过游艇游港，就不算来过红毛港。船班与票价的相关资讯，请至园区候船室洽询。票价的相关资讯，请至园区候船室洽询。